2017年5月，澜沧景迈机场正式通航，空中走廊加速了地区的发展。一个个特色拉祜族小镇拼接出澜沧绚丽多彩的文化版图，一座座拉祜族文化传承基地培养了一批批传承人，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此欣赏和了解原生态的拉祜族文化。千百年来，澜沧人代代传唱着母帕密帕，芦笙与吉他伴随着澜沧人不断富裕的脚步，鸣奏出奋进的时代交响。古歌不落，生生不息，古老的拉祜族文化在澜沧越发熠熠生辉，并逐步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。